啦，上一集呢我们改装了跑车，那有观众建议呢想要开卡车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叛乱分子改装好像比较适合耶。好啦，我们把那个改装车上面的东西都搬上来这个叛乱分子上面了。那 Maggie 有说这个车子可能会比较适合我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神秘又极度危险的地方，据说有重军驻守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可能要过去看看那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。 OK， 那我先介绍这台车子好了。这台车子的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，但是 Maggie 说这个东西它如果拆下来的话，它可以类似像火神机枪的武器，听说还蛮厉害的。那这个应该是他这台车的动力来源吧，所以要小心保护它。然后你看这个门啊，这个门居然还要输密码才可以上车欸，为什么要四个门都有啦，不是只要设定一个门就好了吗？ OK， 然后它这里有个爆裂物的箱子啊，这样子我可以准备我的，你看我有带 C4， 就是那个粘弹，但是只有一颗，他说叫我想办法把那个地区炸掉，因为他那边好像有一些奇怪的生物还是什么东西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上面的话，等一下我不要丢我的粘弹，我们上面的话有摄影机可以看前面，可以看后面，这样子敌人如果从后面追逐的话，可以看到他们从哪边哪个地方过来。然后还有防弹的盾牌跟自动机枪塔，还有这是机枪塔吗？是狙击枪吧。OK， 反正呢，这台车子看起来蛮威猛的啊。然后前面有这个冲撞板，可以冲撞别人的车子啊。OK， 那这一次呢，我不会带伙伴，但是我会 call in 叫那个支援。OK， 这台车这个视角会挡住我，我先把它拉开这个视角。哦，等一下看一下第一人称，哇，机枪就在我正前方啦！哇靠！OK， 这边还有这个电脑啊，这电脑怎么是反的啊？是贴图做反的吧？而且还，它真的是反的啦！这样头要歪过来看了。OK， 然后上面是这个 radio， 我可以 call in 叫我的支援部队过来支援啊。后面还有机房欸，酷，这台车真棒。好啦，我先标一下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是在这个军事基地上面的地方啊。好，终于到这个区域了啊！这个风景真是美丽啊，忍不住多待一下片刻。OK， 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是要进行啊。OK， 我相信他们的基地应该在往前面一点的地方吧。先用跑的过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像是塔台的地方，看一下，应该没有人驻守吧。OK， 我们可能要从下面上去吧。哎，哇，为什么？马上受到攻击，太扯了吧！我还没有观察一下，他们就已经打过来了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叫一下支援啊？那有一个人在追我，哦，不止哦，四个人呢，哦，他们人太多，我躲一下。我被围殴了，哦，这边真的是非常多人，我又中弹了。蹲一下，啊，没中，可恶！他终于爆头了。这样打不到他，万一他这样也打不到我，躲在那个树后面呢？探出头啊！死了吗？
OK， 我们叫一下那个资源好了。这个直接叫那个军队出来支援好了，那就骑脚踏车，别闹了。OK， 他们的武器就拿一般的冲锋枪吧，卡宾枪，然后第二个武器就是 pistol。那如果他被打败的话，他们还会再叫一台车过来，那就先打勾，然后靠。OK， 他们在路上 ，OK， 然后看一下 behavior 是开快车，然后跟随我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子，先叫一台车过来支援，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那个他们的那个基地的样子。看一下，哦，这里有，我听到有人在叫我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敌军看到我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里好大，你看，这到底是什么地区啊？是不是要爬上去看会比较清楚啊？哎，啊，他们都到了啦。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上面。等，我看到驻守的人了，爆头。应该没。开打，支援一下。哦，火力交战中。啊，有个士兵挂了。我爬下去看一下。上面应该比较好狙击吧。哦，上面还有驻守在上面的士兵啊，他自己自杀了。哎，我上不去啊，上不去，应该可以爬吧？为什么上不去啊？哦，上面还有弹药箱哎，东西很多。哎，真的不让我爬一下？哎，可以，刚才为什么不行啊？哦，这里还有很多武器可以用哎，子弹。OK， 然后我们先，可是它快天黑了，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人可以。这边目前没有看到人哦，先下去好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有台车啊。哦，发现敌人了，死吧你！还有一个，躲在树后面。中吗？OK， 应该差不多了吧，下去看一下。不会吧，这个过不去。这火力太强大了吧，死了四个人，四个，对 ，OK， 我们三个人就先下去冲锋一下，走 ，Let's go。哦，这边好多马匹哦。哦，哪边在射啦？看到，在那个后面。哦，这狙击枪不好射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我的枪！还有一个，躲在哪边？看到了，在后面。我掩护你。我当诱饵。我在换步枪才对，我看到人了，等一下，我先躲一下。
哦，这边火力很强哦。我的子弹快不够了。拿什么枪啊？哦，我的支援兵都死光了，到头啦！啊，这要天黑了，我先过去拿一下枪。哎哎哎哎，这边有一只哦，他拿什么枪啊？应该是卡宾枪吧，特殊卡宾枪。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对面还有一只哦，我出来哦，应该没有挂，去看看他。应该是拿散弹枪吧。直接爆头！哦，对面还有守军，好，我记得左边好像还有人的样子。哦，马上被射到啊！可恶，到哪边？哪边躲在哪边呢？给我出来哦！我在上面。我的年弹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相信他那边还有年弹可以拿吧。啊，原来他没有子弹了，难怪他会丢。OK， 先看一下。好，真的是需要支援一下了。不能叫吗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叫第二中队来支援一下好了。哦吼！好，第二中队来了。啊，我没有枪啊，我只能靠近战。到哪边去了？人呢？哦，他们居然还有电力啊，真的是太羡慕他们了。OK， 我们这边的兵应该清的差不多了吧？不对，他们好像还有敌人的样子哦。OK， 我们可能要偷偷摸摸的进去。哦，看到他了，他躲在那里啦。射不到我哦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人。OK， 我们进来了，我们进来这个门口，这个门口感觉很神秘的样子哦。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我先把敌人清掉，再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了。这边有机房，然后这里有发电机。哦，这人太多了吧！哦哦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，躲在墙角啊，偷袭我。应该没有了吧？剩下科学家，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东西啊？OK， 这边看起来是，我不确定他到底是想保护什么东西，但是他这个机房呢有很多机密的东西哎。OK， OK， 科学家说他们这边有疑似飞碟的一些仪器啊，那这个上面跟下面会不会是
一个隐藏地窖的门啊。啊，我不确定啊。好，我先出去一下好了，看看这附近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进去啊。欸，那个该不会是天线吧？啊，希望这附近不要有丧尸啊，不然这很可怕。等一下，还有敌人的样子哦。我不是杀完了吗？还有敌人哦。哦，火箭炮躲在哪边啊？上面哦。哦，呵呵，这边人也太多了吧。 OK， 这个怎么杀？哎呀呼，燃烧啦，哈哈，快躲起来。哦，RPG 太可怕了吧，这是。哦，在哪边啊？这边吗？我看到他了，但是他朝我射击啊！啊，应该还有一只吧？这么暗怎么看啊？我捡一下这个狙击枪好了，看一下。OK， 这一区应该没了吧？我上去看一下好了，求个安心。啊！我队伍现在才到啦。我叫他们跟随我一下好了，以防万一啊。跟随我，跟随。OK，OK， 我们这个区域占领了下来，可是我们还不确定他到底隐藏了什么东西啊。有可能我们要驻守在这个地区，然后直到白天，因为晚上的丧尸很多。这个区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也是发电机吗？什么？什么人跑过来？尸变的僵尸？欸，这好多哦。不对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是丧尸啊！还好这边有灯啊。看一下，恐怖科学家来了，又个科学家。这边应该没有丧尸了吧？欸，为什么这个梯子倒了？啊，上，不会吧？那科学家变丧尸了。把他们清清好了。啊，又有丧尸过来了。哎嘿，怎么突然出现在我后面啊？所以他们有要过来吗？欸，我觉得他们没有要过来。不会吧，他们都被咬了吗？我去看一下他们好了。所以他们跑走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撤退好了。欸，我发现对面有直升机了。好，先去坐直升机离开这个地方。哦，这直升机好远哦。哎，看起来要飞嘞，不会吧？我先捡一下枪。哎，没有人啊，刚才怎么会转？先离开这里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了。如果喂，不要过来！哎，为什么不能发射啦？这是的。不会吧？他是友军？给我去旁边哦。OK， 我们先这集先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
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